想问一下，可以浅浅的透露一下明年的 WE 成员吗？会有这种大的变动吗？我可以直接告诉你，下个赛季，一个字减，3.0一个字减，因为有懂的可。都懂呀。目前这个架势我没有听说可能要花大价钱，你们懂吧？就可能明年还是就看一看转会市场上有什么性价比比较高的，或者说老板突然发财了，可能就是搞一些贵的选手啊这种。目前没什么说法，目前可能就是减。是简陋的简，还是另一个同音的简单的简呢？还能是减自豪的减吗？这也问得出来。物资不买 W 就好了，W 怎么买物资啊？行，那万一呢？对吧？这个 OK，你是有梦想的。另外，现在你觉得 S 赛心目当中的第一上单是谁呢？问我的话，其实我感觉我会投给 BIN 一票，投给阿宾一票，因为标记赢的两场比赛里面，阿宾基本都是 MVP 级别的表现。就标记这次的比赛，阿宾的表现太亮眼了。怎么说？但是，不是之前评价的时候，S 加选手是这369吗？69个吗？谁评的呀？我没评啊。就是当时评京东战队嘛，京东因为大家都说京东是 S 加战队嘛。京东 S 加没问题啊，但九哥主要在369承担的定位不一样。BIN 是上路队友会来帮忙，就是滚雪球的，九哥就是自己玩，然后打团去给作用。就像那一波出了血手，对吧？踢到正面，肯定是369自己觉得那波自己可以去卖。他们定位不一样。我想说，他现在这个血脉压制这么一说，到底是真的有的，还是说，哎，就是 BLG 真的只是碰到了京东，他可能5个位置都被 counter。那肯定是有的呀，就是有些选手碰到有些选手，就是感觉发挥不出来，就有点被风格克制。就比如你稳的，怕碰到不要命的，然后你那种。不要命的，怕碰到比你那种更莽的，然后标记就属于那种你有点小莽，但是对面太稳了，然后你被对面稳住一波节奏，进入他的节奏你就玩不了了。这个风格克制肯定有，想当年我碰到圣枪哥没怎么赢过，胜率奇低，感觉是有一点的。还有没有其他你比较看好的能冲入决赛的战队呢？现在看感觉比较稳定，机会比较大的，一直是卷举，然后 LNG 比较稳定，再有感觉可能就是标记了。微博最近确实不太稳定。目前就是腿哥心目中每个位置最佳的一个选手是哪位啊？上路我前面也说了，BIN 我感觉目前发挥最亮眼，打野我想想，给 Navi 加 Net 辅助迷醒 AD，撸了感觉目前主要京东都没到他发力的回合就结束了。怎么说？你觉得目前为止玩的最好的 AD 是哪个？旧梦啊！行，OK，有滤镜的我懂的。孟子哥主要不打京东确实无敌，确实发挥没得说。一把 KT 的侠，一把打那个弗兰提克的小炮，没得说，只能说有宿敌。